好，这里第22题啊，我先按计算器，答案出来是1.93啊，我们先确认一下啊，所以计算器按出来是1.93，阿嘎啊，阿嘎，所以课本答案错啊，课本答案是这样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计算机验证是这样好，来，我们就开始算哈，来一起算，来这一加二等于三嘛，根号一里面东西根号一加个二三，所以一加根号一组这个一组哈。所以我们这样去配一加根号一组咯，好不好？这样去配它，好，OK 啊，就是一减根号二加根号三啊。好，上下课乘什么？一加根号二，这有技巧哈，这有技巧哈。来，这个一加，所以一加根号二加根号三，一加根号二加根号三，OK 吗？宝贝们，OK 啊。所以下面是多少？来。这本书要注意啊，它有些随便乱来的哈，可以吗？同学又问讲啊，这个有点这本书有点不是太久没有更新这个 OK，所以一加根号二的平方减掉根号三的平方哈，好，这里多少有没有？这个比较快速算了，你看一加根号三，一加根号，所以你前面换成这样啊，减根号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东西 OK，前面做成这样，后面呢一加根号二加根号哦，这个改成一加根号三，OK 吗？这里面有一个技巧，一加啊，这个我用红的哈，故意啊，过绿色，一加根号三啊，加根号二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讲，因为这个东西嘛，一加的嘛，一加配一减，这比较容易哈，有技巧哈。好，下面是多少？这一加二根号二加二减掉三了哈，这里呢？是一加根号三的平方减掉根号二的平方，OK。所以下面是多少？二加三是二根号二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这个字也掉嘛？这里嘞，一加二根号三加三减二哈。所以整理一下是多少？来，四，所以二根号三加二，二根号二，对不对？二也掉哈，来，二抽出来根号二加一，二根号二也减哈。好，做到这里再有理化来，上下这层根号二，根号二，所以等于多少？根号六加根号二的二哈。好，这按计算机按一下会不会1.93啊？我试一下，根号六加根号二除以二啊，1.93哈。OK 啊，good 啊，好，1.93，所以课本错哈，宝贝 K 啊，好来就这样。